最害怕。哎、欸，复活金苹果有了吗？真的、哦？嗯。哇！哦，我口诀看到了，半地。我有同一怕会跑哦。冒险组、科学组、挖矿组。我跟你说是冒险的。你两个满血是不是？是科学用脑袋玩游戏的。用脑袋，你搞得好像我脑袋一样。其实没有，我们后面少飞了一步，我抓你前面，然后冲我上去。我跟阿秋是比较，我靠你娘哎、欸！出事喽！出事！好，我们先要出事组。我觉得我必须先做一个盾。小僵尸瞬移，操你妈的，快走！古力帕，盾牌盾牌快点，盾牌！古力帕不会爆炸，我的妈！哎呦，我靠，小僵尸！这最危险的东西啊，快跑啊！来啊，单挑！光是蜘蛛，蜘蛛不会动，我的妈！冒险组正在发威啊！我还有一个拿铁斧头的，他不会铁铲的。铁斧头，那你就要真的要跑了。如果有盾牌，盾牌。不是啊，他拿斧头，所以你只要跑啊。没事没事，我们有讯息组。跌破你的盾牌。我是三箭。小黄。味道是。加冕的味道是。如果是空手道，你在打什么东西？对，我也在想味道是什么。我被咬了，等一下。三颗星。哦。我看到复活金骨被谁了？现在应该知道复活金骨被谁了吧？结束，全部重开。其实你们可以不用一直去冒险，没有这个必要啊。你们都知道。没有，我们只是正常挖坑就挖到哭了。乖乖乖，我们的讯息组在发，我们讯息组有两只金哦。阿坤，阿坤在哪里？阿坤在哪里？坐标了，看吧，看吧，这什么东西啊？阿坤坐标了。等一下，我这个能打。外挂组可以看见没有，那是科学家组。我看到那是谁啊？这是谁的 ID 啊？ID 那么长，应该是我。你啊？我。他喊起来了。他明条很近。哦，应该是我们两个，不然怎么想？那是你们，我动了一下，阿贡了，阿贡一滴血，他是在我们前面，阿贡，阿贡，因为阿贡在我们前面，我们要接他吗？还是我们自己往？接打客人，你救我！不要不要不要，救他啦！那罗浩可以，他可以退出吗？干你啊！万一你这样子，我旁边光看，你真小啦！我听到方块破坏时还有经验，真的。哎，我看到人就有看到没有？那谁？那谁？那谁？阿公啊！阿公，你是死掉了！阿公，你是死掉了！你们太 happy 了！拯救阿公啊！都给你，都给你！救阿公大作战！一条兵，一条兵！我们来见证他血量回复。一米马。哇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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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二十一，六颗吸收，上哎，三十三滴血，他会跟狗一样啊！我操，跟狗一样！哎，我先，我太过头了，阿公。因为去，我们这没有我们的必要。跳江，阿木过来跳江的，三十三的。我们多了一个嗑药组的。嗑药。等下，罗你退出看看。你们直接把他崩掉啊！我也在。叫你退出看看，看我们要 OP 干。他离开，他离开啊！好顺，好顺，好顺，他妈的，顺他妈的，你老师哎！顺他妈的，妈的，你一进就回溯，你老师哎！你现在就没说哎，不是，超这不是开玩笑，真的不是开玩笑，真的没有开玩笑，太针对吧你们？真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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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有说。哦，峡谷一，卡又卡了，干嘛分掉啊？妈的，滚啊！不是，我这不是开玩笑，我没有开玩笑，是要爆肝子。我先回去洗，等我一下。我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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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算。阿坤，阿坤做事了，阿坤做事了。干掉！来，我要退出。你不要是，你要嘛就退出，要嘛就给我就在里面待着。不要在里面，不要在里面待着。啊啊！好痛，好痛，好痛！要摔一波。有个骷髅想非礼我啊！杀回来，走路僵尸了，杀回来。干你！妈的，又不回手，操你妈的嘞！哇，你真的被带走了，你。你这话，你妈，我让你给我退出了吗？你操蛋了吗？我操你娘！哦，我解了下面。妈的，谁？我让你又要退出了？不会啊，又要退出了。
干你娘欸！哦，爹，算你爽了没？老不鸡掰耶！哈哈，那你们就是这么香，哇，爆炸了！谁在爆？你说怎么？你说怎么死的？等下，眼睛也会做没？你老不鸡掰吗？鸡掰毒啊！哎，先玩重开，重开，重开！但是我们就是这么用，要用重开吗？要重开吗？啊，不嘞，你啊，随便，反正你刚刚刚开始。所以请问我们一起行动了吗？好，一起行动啊！这是那个第一周目，你知道僵尸他会瞬移吗？然后我们怎么来？第一周目，拉的时候就可以关掉啊！下一集，我干你娘欸！